你就是天诺什么？那你是个重守承诺的人吗？你知道你今天来干什么？我知道。那你，我想请问几个简单的问题，你对这位女生曾经有过承诺吗？有过。你守了这份承诺吗？我没有。没有。你对这个女生有承诺吗？你会守这个承诺吗？会。哦，那就说你还算不得上是一个守承诺的人，因为你第一个没守，第二个还没来得及守，对吧？所以说起来你算不得上是一个如你名字所说的是一个信守承诺的男人。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有原因的是吧？对。我问你，天诺，他说都真的吗？你要跟结婚的是吗？婚纱照都拍了。你先别紧张，你先相信我，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我给你那么长时间，我相信你多久了？所以说我今天过来就是想要帮这个事情。来，这样哈，接下来你们三个人好好把这事儿谈清楚，一个一个来，行不行？你愿意，你先挑，你愿意站哪？站好啊！接下来是刘明月、刘畅、朱天诺的告白时间。明月，不管我一会儿说什么，我都希望你能够先听我说完，希望你能够先相信我。你俩先说吧，我现在太乱了。刘畅，其实我跟你在一起，当时我根本就不爱你，我一点都不喜欢你。不可能，你不爱我，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你知道那个时候，你也知道我妈病有多严重，你知道那个时候，她一个月做三次手术，你知道她第三次手术跟我说什么吗？她就希望我能够和你结婚，所以说她才把你介绍给我。我想，无论是你还是任何人，我都觉得你应该会答应我妈。这不是重点吧？是那个女人吧？你为什么不说那个女人的事儿？电话我都听见了。刘畅，其实根本没有那个电话。我知道那天，我知道你在卧室，我故意打这个电话，我希望你能够听见，希望你能够主动离开我。我觉得这样。你别编了，你这么多人面你说这种假话，你骗谁呢？我有必要编吗？那时候我妈多严重你是自己知道的，陪我妈那段时间，你认为我还会跟别的女人联系吗？既然你不爱我，你为什么当时对我那么好？我对你哪儿好了？我除了给你买东西之外，我为你干过什么？那我过生日的时候，你是不是给我煮了条肉面？我有一次想吃全骨粥，你是不是跑特别远的地方给我买？难道这些不是爱我吗？刘畅，我那根本不是爱你。第一，去装修那个家的时候，我都是让你去做，就是因为我对你有愧疚，所以说才让你去布置这个家。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拿什么弥补你，
今天我把以前房子钥匙拿来了，我希望你能够收下，希望你能够收下这个钥匙。你是在侮辱我吗？你收下吧。昨天的我在你心里到底什么人？我爱上是你的钱吗？我爱的是你的人啊！你人不回来，我要这房子干什么呀？但我真的不爱你，我真的，我一点都不想跟你在一起，真的一点不想跟你在一起。我要